点二哦，元素的那个中文命名跟它的一些特性哦。好，第一个，如果是金属元素的话呢，通常它的那个都是金字边，固体要是金字边。那你要记一下，周期表里面唯一的液态金属是谁？汞。汞。然后没有气体的金属哦，所以金属的话有分固体跟液体的。如果是固体的话，一定是金字边啊；液体的话呢，只有汞，就是水银的意思。水银。水银就是汞。水银哦。汞啊。哦，温度计那个。对。好，那如果是非金属元素的话呢，通常是什么？十字边。如果是固体的话是十字边。老师点是 I 哦。对。好，那液体的话呢是三点水的。啊，我们起。好，那气体那个气体的话都会有气字旁。那三点水比较像是什么？所以就是溴。溴是三点水，然后它是属于什么？非金属的液体。然后气体的话，这个还没有，应该没什么问题，是像氧啊。没有，它这个没有打好了，应该三点水了，三点水。会了哈 ，OK。那么。其实想看看元素的一些特性，如果是金属元素的话呢，它有相关特性。第一个，熔点跟沸点比较高。那把它记一下，唯一的液态金属的是谁？汞。然后旁边把它写上去，它的化学符号是 Hg。好，那么一般呢，金属的颜色的话呢，是属于什么色？银色或者是灰色，或者你写银灰色都可以。好，那大家记一下，特殊的那个金属颜色的话，铜的话是红色，或者你写暗红色也可以。赶快把它写上去了。然后金的话呢，应该是属于金色，或者你写金黄色会比较好。好，金黄色。好，然后再来，金属的话呢，具有很好的那个延展性，不是延量性，应该是延展性。什么延展性知道吗？就是它可以一直拉拉拉拉的很长。就是比如说我们把黄金有没有，你把它稍微融化变成液体之后，你可以拉多长？那黄金本来不就是软？没有，它没有非常的软。你要加热，它才能够拉得很长。所以像我们的主机板啊，那个上面都是有黄金的。哦，好，再来呢，金属的话呢，它是属于电跟热的呢两导体，所以它的那个温度呢，它的比热就很小，因为容易上升跟下降。OK， 好，然后再来化学性质的部分，金属的话，它可以跟那个氧呢化合在一起。为什么氧是活泼的氧？活泼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不是说它很容易动，对，它只是说它容易跟人家产生化学反应，叫做活泼。好，那你记一下哦。如果金属的话跟氧化合，那么如果可以溶于水的话，注意哦，要溶于水哦，就会成碱性。那如果不溶于水的话，成什么性？酸性。那、把它写上去哦。不溶于水的话，成的是中性，就是它不是酸，也不是碱。还把它写上去哦。如果是不溶于水，成中性，就是没有酸也没有碱，一定要溶于水才会有酸碱性出现。它怎样才会酸性？酸性的话是非金属才成酸性。好，那再来，那如果是金属那个金属的氧化溶于水的话呢，它可以让那个什么，湿的就呈蓝色，分红呈红色。这个刚才讲过有没有？那个酸碱指示剂有没有三个？酚酞、分红跟那个石蕊的部分，会了哈。OK， 好，那么下面就有个例子，有看到吗？这个什么呈无性，看那些什么鬼东西，写改一下，这不呈无性哦，应该是无色。它是无色才对，那应该成碱性才对，把它改一下，改碱性好了，因为他没告诉我们它用什么化学式子，改一下，成碱性。NGO 哪一个 ？NGO 是氧化镁，就是氧化镁，就是氧气加镁加氧气又变成氧化镁，然后氧化镁溶于水变成氢氧化镁，就叫氢氧化镁。那氧加钙呢，变成氧化钙。氧化钙加水变成氢氧化钙，它、就成碱性。会了哈 ，OK。好，再来非金属氧化物的话呢，第一个把它写上去哦，就是熔点跟沸点比较低。那么唯一的液态非金属的是溴，好，把它写上去 ，Br。那再来非金属的话呢，没有金属的光泽。然后呢，再来它应该是不良的那个，把它改一下，改成是不良的延展性，容易碎掉。那么它是。电跟热的不良导体，好，你记一下哦。非金属里面少数能够导电的是石墨。石墨是谁知道？就是碳。石墨可以导电哦，那石墨什么？就是 C。哦，石墨可以导电哦。考试都考你说非金属无法导电，错哦，有一些非金属是可以导电的。好，然后这边呢，请打星号，这考试会考。这几个，哦。氟氯溴碘，然后白磷、红磷、金刚石、石墨、硫，这是属于特殊的非金属的颜色。好，氟的话呢，英文符号是 F， 然后呢，它是什么颜色的呢？氟，黄色。
然后绿的话呢是 CL， 他写错了，不是 CE， 是 CL， 那它是属于黄绿色。锈的话呢是 BR 暗红色，点是 I 紫色，白磷是 P 是白色，红磷酸是 P 暗红色。OK， 然后呢金刚石是 C 无色，石墨对，这考试会考。然后硫是 S， S 是什么色？黄色，硫是黄色。点是 I 哦，对，点是 I 哦。好，这个等一下我让你继续往下，等一下我让你抄了哈，我们就往下看。好，再来，那它那个非金属的化学性质的话呢，有没有？它可以跟活泼金属化合在一起， yeah. 也可以跟氧化合在一起。好，也是一样。如果非金属的氧化物溶于水的话呢，会成什么性？会成的是酸性。然后呢，如果是水质的话呢，那变红色，分红的话，成的是无色。这样子 ，OK， 可以了哈。好，这个你看一下。